原来那个囚鹿的意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囚鹿意识啊？嗯，囚鹿意识。你会剪子石头布吧？嗯。会不会啊？咱俩玩一把。你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我可能出这个哈。你想好了，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哈。哎，等会儿，想好了吗？好了。你刚才那就是意识，什么意识啊？你要判断我出什么，要想我出这个，我想往哪里打，然后你怎么对付我，能听懂吗？哎，我想我打的让对方想不到，同时我要判断对方往哪里打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我尽量打高球啊，打吊球啊，我尽可能这条线路打的合理，让对方想不到或者怎么着，是不是真的假的，懂吗？一个是要判断对方往哪打，第二个是我怎么打对方，这就是意识，懂不懂？是要有想法才行啊，明白吧？是，哎。